新闻来了，今天是2022年1月6日，星期四，农历12月初4。首先进入要闻。习近平近日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强调，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抓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外交部发言人5日回应立陶宛总统认错一事，认识到错误是正确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提供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广泛开展产前筛查。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今年集团公司计划安排40次以上宇航发射任务，包括载人航天6次重大任务。国家网信办5日发布征求意见稿，提出拟规定不得通过机器或人工方式刷榜、刷量、控评，营造虚假流量。下面是一组资讯。陕西西安相关负责人5日表示，任何医院不得以疫情防控为由影响患者就诊，对于极危重症等患者和孕产妇开通服务电话，开辟绿色通道。5日0至14时，河南禹州新增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知，停售许昌、洛阳至北京的列车车票。5日0至19时，浙江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3例，均在宁波市北仑区。北京市日前印发方案，提出原则上将城镇中小学教师到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1年以上作为申报高级教师的必要条件。近日，黄河上游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国家电投黄河公司拉希瓦水电站4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至此拉希瓦水电站420万千瓦全容量投产。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5日签署法令，首都努尔苏丹进入紧急状态，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领馆提醒在哈中国公民注意安全。4日，美国报告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85万例。美国疾控中心统计显示，在近期的新增确诊病例中，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占比已超过95%。法国多家媒体当地时间5日报道，去年12月9日，法国发现一种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毒株，目前世卫组织已将该毒株列为接受观察的新冠变种。江苏货车司机因意外左眼失明，2位认识十多天的朋友免费代驾，历时8天8夜，跨越4700公里，帮他把货车从新疆库尔勒市开回江苏沛县。接下来是一组服务信息。5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暂停河南省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陕西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5日表示，疫情期间部分车驾管业务可延期至今年6月30日办理。中央气象台预计5日20时至6日20时，黑龙江、新疆、西藏、青海、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西藏西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雪。最后来看北京冬奥会最新消息。5日，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先生、严家荣女士正式与媒体见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K 直播系统日前已准备就绪，届时总台将对开闭幕式以及花样滑冰等赛事进行 8K 转播，预计将制作200小时 8K 节目。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9天，一起为冬奥加油。感谢关注央视新闻，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明天早上见。
高山滑雪起源于欧洲，又称阿尔卑斯滑雪，运动员从高山之巅出发，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将速度与技巧完美结合，尽显滑雪运动的精华和魅力。1936年第四届冬奥会首次被列为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一共产生11枚金牌，比赛在延庆赛区进行。滑降比赛场地的垂直高度差通常男子要达到800米以上，女子450米以上。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场地高差从140米到650米不等，中间设有奇门，项目不同，奇门设置也有差异。高山滑雪比赛场地雪质须为冰状雪，场地中在有可能撞到障碍物的地方会设置安全网等防护设施，运动员可以通过滑雪杖来增加速度并控制平衡。不同小项所用滑雪杖有差别，回转项目一般采用直杖，方便撞击奇门，滑降项目采用更符合人体曲线的弯曲滑雪杖，以减小风的阻力。高山滑雪比赛中不同项目间隔出发时间不同，且需要视现场情况而定，比赛以完成滑行的时间决定名次。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属于速度项目，比赛按一次滑行成绩决出名次。大回转和回转属于技术项目，名次按两次滑行成绩合计计算。全能项目按第一轮滑降与第二轮回转成绩相加决定名次，团体赛比赛为淘汰赛。比赛中，运动员必须穿越相应数量的奇门，碰到旗杆不算犯规。如果漏过一个奇门，则为犯规不计成绩。高山滑雪。安全到达目的地，徐州啊，江苏徐州。11月份认识的麦苏尔和买买提一块拉棉花在一起嘛。11月17号被装卸工砸到眼睛，在那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认识他们俩11天，就给他俩打了电话嘛，他们主动提出来帮我把车送回老家。哎呀，就开不了车，一眼睛看不了就开不了。棉花是回来关系也挺好的，可以，就是人也可以嘛。我们就商量，就两个人朋友把车嘛送过去。啊，他要到了这个新疆就遇到困难，啊，就朋友关系嘛，必须给他去帮忙。民族团结嘛，就是一家亲嘛。我们就是以前嘛也没跑过内地，这一路上吃肚子饿，说吃个馕呀，吃个方便面，这样就过去嘛。就是住嘛，就是车上住嘛，就是啊，一个人累，一个人开，就那样子，就是没那么大的困难。花了10000多块钱。新疆开到老家，这些费用都他们自己掏腰包。送回来的时候，就我们在北京还没有回来，他们在沛县待了2天，我们才从北京回来。给他们见了面嘛，感谢他们这两位好兄弟。没事了就打打电话，有空了就上新疆转一转嘛。
认识到错误是正确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纠正制造一中一台的错误行径，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轨道上来。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谋求台独分裂行径必将以失败而告终。